这俩坏了，四个，你刚才吃了吗？这可不行。呀！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今天小狗接回来了啊，看呗，全是这个泡好的狗粮，然后我给它拿这个手套，用手给它抓，抓碎了之后给它掺点羊奶粉，就这样，每个狗吃一点，每个狗吃一点，先测试它这个饭量怎么样，然后就是采取咱们后期。每个狗食欲不一样，肯定他们刚回来之后肯定食欲不会一样的，慢慢的给它调一下胃口。穿上靴子吧，挨个一个一个喂。小狗回来高兴，对我们俩就很高兴，我相信直播间所有的人都高兴啊，这不穿上靴子，就穿上这个靴子上他们产房里。啊，不跟任何其他的狗，任何一只狗接触。这小大狗都没事，太高兴了是吧？小狗，这溜也没蹬，没蹬没事，你上去吧，上去吧，是赶紧上去跳啊！别关门，不用关门，你进去也中，或者来这也中，都中。能插不那个？能插。呀，插不了了还。别跳。先让虎皮。呀，这控制不了啊这个。你可知道了是吧？这可不行，控制不了啊。呀。你把。你放这儿，你顶住这个网子。这是看是哪个，小母，小熊啊，小母，你顶住这个网子，你俩手控制，顶这个网子，一会儿别卡了。哎，对，这俩坏了，四个，你刚才吃了吗？这可不行。呀！都跳上去了。还有哪个没吃？我看。呀，这没有小笼子可不行。就这个。乱套了，看到你都笑了。你这。这情况不行，这。他四个都吃了啊。好。乱套了。看嘴，别碰我！那跑龙上能站不？你下来吧！你他几个吃就，你给这半盆了都，你咋下呀？把那小粒的，你先下来再说，下来踢他们，这可咋整？就这样吧。哎呀，跳起来了，他有肚了，他吃的不少。不让吃了。这五只就这样吧，你看。干一半了。明天那几个小笼子都拿老家院里了，就想着给它晾一下。真的，我衣服都是的，这擦脸擦，就把这二狗粮都擦脸上。这几只咋整？你拿地下了吧？那只有。那老六搁里边，那老六不出来了。我这样吧，啊，一只只往外拿，这个放这儿，啊，然后一只只往外拿，这几只不行，老六一会儿接着给它喷药。这个养狗的不会喂狗啊，不会喂，你看，都不会喂。哎，老九吃，数着吃几口啊。老六出来了，行，吃几口吃行。一会儿，我们睡觉的时候再喂他。嗯。老二，你出来。老二出来也行。去。你别挠，搂着他肚呗。
我看差不多了，我一把手就把搂走了，意思是。嗯。你看这家伙瘦的，你看没？这一皮跟肉都。你别拽的啦。行了吧？行了。来，老大你来。就第一天到家吃点就行啊，明天哎呀别踩了。明天我就多买几个，然后每个狗吃多少，每个狗吃多少。我拉着门。毛瘦的像刚出生的小羊羔一样。好了，老大，好了。好。那小母。你可了不得。看着可心疼了，家人们。走。进去，少吃多餐，哪怕一天吃四餐五餐都行。不多吃，一点点来啊！都回来了，吃差不多了吧？嗯，瘦的皮包骨，心疼。好嘞，你看这家。好，可以吃点。是，但是它舌头啊，真是、舌头疼，老六。舌头疼，然后这个小母也是一样。干嘛去？哪儿？稳当点。好，只要你抬头，马上不吃，抬头就停了是吧？嗯。他吃了几口，停了就停，因为他口腔的事儿、哦。口腔一会儿拿那个药给那俩小狗喷药。关门。瘦的太心疼了，你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我进医院第一时间看他们。哎呀，就心里面特受不了，一个个胖乎乎的走的，然后回到家就瘦成这样了。现在每只狗都吃了几口，但是咱大家看到狗这么瘦，就能想起来这个人和人一样化疗的时候越来越瘦，但是它这个胃口啊是一点一点的添不上去的啊，就是近期刚到家，因为咱那个狗粮跟宠物店那个宠物院那个狗粮不一样，然后能吃几口就让它吃几口，就不让它吃了。尤其是像他们这五只，吃起来就跟狼一样，一直猛吃，更不能让它吃那么多，先让它再次灌一下肚，啊，这样应该好一点。明天可以让他们多吃两口，今天晚上。吃这一两口，让他知道这个食物的甜头就行了啊！好嘞，不让吃了。我看这个小母比老六恢复的要好，那个舌头，你看老六也不过来呢，瞎了吧都，还吐一口。你得上去。别在俺底下行不行？老二，哎。一会儿给老六挤点那个营养膏，哎，他吃的少，挤点营养膏。可心疼这帮小家伙了，瘦的皮包骨。